第六题，下列哪些物理量具有方向性？甲位移，乙路径长，丙速度，丁速率，戊加速度。这就是我们说哪个物理量是所谓的向量。那我们学过，甲位移是向量，丙速度是向量，戊加速度也是向量，所以具有方向性的是甲、丙、戊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些物理量具有方向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甲、丙、